幸福四川旅行遇见新自己，现在游客所看到正前方的就转经筒啊。对了，这里就是属于叫莫格措风景区，国家四 A 级的康定情歌风景区。海拔3600，康定情歌风景区。有很多不同的各省都来到这个地方，在右手边这叫游客中心。哇，莫格措，看到了吗？哦，野马来了。我看到吗？哇！啊，马怎么会吃垃圾？那不行的，dirty man，那不好的。其实景区尽量不要乱丢垃圾，不然马会吃一些，造成原生态的破坏。这就是游客中心，现在已经是很晚很晚了，只剩下我们这一辆车就可以知道了。OK，幸福四川旅行遇见新自己，主编 Steven，2017年10月17号第四天，在莫格措康定情歌风景区，拜拜。